这个在台中，他这个在香港，然后这个受伤是不能跳。对，请看他的伤在这里。对，噔噔噔噔噔，脚残了。对，好可怜。就是因为今天这支舞受伤。对，然后他摔断之后，他们就说：“哎、欸，那嘉一姐你来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我们来是被他翻了，那个翻的动作本来是我的，现在变 Hello， 要不然应该是年轻人的动作哦。你喜欢向外转吗？都可以，我以为香港。可以这样讲吗？终于结束了，真的终于结束了。所以这一个月，我们应该排练就是中间蛮多波折，然后今天跳完真的觉得有一种终于结束的感觉。对，我有崩溃大哭哟。哎、欸，他小我20岁耶，你们叫妈妈来跟女儿跳。哎、欸，你跳的比我久，你在那边。其实你一直在练，你知道吗？你问他我都没在练。对，持续比较厉害。不要抱怨、欸、有人没办法，因为都要顾小孩。他啦、欸、你啦。然后在彩排上好像因为你看到彩排每个人都戴口罩都重感冒，一个一个病倒。嗯，病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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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病倒，好像只有我比较正常一点。对耶，你是主排啊。对，你不能倒，主排我是主排啊。你是主排长啊。对啊，是你编的呀。什么对手上下不用说话，大家一目了然。等你们来挑战。昨天访问时才知道，这两天录影都是两人的结婚纪念日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今天是我结婚周年纪念，然后我跑回来了。哇，是昨天还是今天？啊，对，我昨天他今天是10年，他是第三年，第三年还不给我赢是怎样？来，所以一个是金婚，一个银婚。喂，我是喜婚，喂，明婚，喂，剪掉，剪掉，剪掉，乱讲的。小编才不要，明明就是婚了。天哪，喂，我被告，我被乱告。请大家一定要锁定，一定是第一888，一定要看我们的国标，我看我们都艰辛完成一支舞蹈，对，一定要看，不然江慧君去找你算账。